它是当年用来预留说如果工厂要扩建的那个空地。跟着文史老师的脚步，从台北新地标大巨蛋一路走到士林古迹松山烟厂，小朋友们开心聆听建筑背后不为人知的小故事，觉得很开心，可以学到建筑的知识。上一次我也有来参加过，然后爸爸就说可以让我来看一下那个建筑的特色。不但没有用锯子，它是直接在下面先接好之后直接运上去叠起来，我觉得很厉害。文教基金会以建筑本业出发，开办建筑走读活动，今年一共举办8场，带国小3到6年级的小朋友走到户外，探访知名景点的历史人文脉络，一路陪伴的企业志工同样收获满满。与其在就是看从书本得到知识，然后不如自己行走，获得的收获应该会更多。借由室内到户外的话，其实可以增加他们蛮多的一些想象的空间，他们问出来的问题其实都会蛮颠覆我们原先设立的立场。依照区域特色，建筑走读活动还规划手作体验，一步步指导小朋友剪出立体书，更深刻认识建筑的特色与功法。建筑走读的用意是带很多小朋友去认识自己的环境，事实上建筑本来就在环境里面，所以包括你可以从平常看到的楼柱、墙板、景观、立面等等，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建筑跟环境之间的关系。小朋友们在新旧建筑的走读下，看见历史的更迭与城市的不断进步，未来也能用不同的视角发掘生活周遭建筑之美。